治愈系恋人是由罗云熙和张若楠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剧情讲述了神经外科大神顾云峥在非洲执行援助任务时遇到了身患罕见病的医学少女苏维安，因为一起误会使得对彼此耿耿于怀，然而身在异国他乡不得已只好合作，这让本就看不顺眼的两人在并肩作战的过程中互生情愫，从师徒互对到最终克服障碍成为生活和科研事业上的亲密伙伴。在男主的鼓励和支持下，女主鼓起勇气正视自己有限的宝贵生命时光，顶配医学教授与烂牌高材生面对一场有期限的情感相互奔赴，共同治愈彼此。该剧已经定档，将在11月2日开播，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